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OK。じゃあ、それでは、これから先生はカメラとマイクを切って、皆さん話してください。5分から7分ぐらいで話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から、まあ、6分過ぎたら、先生はちょっとカメラをつけて、終わっ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ですね。それで、話が終わったら終わります。いいですか？はい、いいです。はい。はい、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ザキヤさん、元気ですか？はい。あなたは元気ですか？あ、はい、元気です。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晴れです。あ、はい。うん。うん、じゃあ、ザキヤさんは、好きな食べ物は何ですか？私は、トマトが大好きです。あ、トマト。そして、ピザやパスタが大好きです。日本のどの文化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日本料理。日本料理はとても興味があります。例えば、最近はポートランドにある有名な日本料理店に、つけ麺を食べます。つけ麺は大好き。そうそうそう、普通のラーメンと違いますから、ドライのラーメンに特別なソースにつけて食べます。そして、つけ麺というラーメンです。Later. ないです。ありません。ありません。はい。ザキヤさんがないですか？ありません。じゃあ、これで終わります。また来週。また来週。说的好乱，说的好乱，好紧张。你看他的，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是，就刚刚结束的是，我们这个日语专业的期中考试的，在这里期中考试也是没有笔试的，也不考你怎么，不考你的必答，就是完全不会用笔来写，但是他会用的这个，口语的方式给你找一个伴儿，然后用七分钟就聊个七八分钟的。然后之前呢，老师给了这个要求，你会用什么样的问题来问对方，然后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必须要用到哪些语法。然后他比如说他给了1、2、3、4、5、6、7、8、9个我们最近新学的语法，然后你要在这个对话中用到其中的五个。OK, so 我们来看看啊，你看他刚才问的问题，他说他的，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要求啊。他的要求是 ，all conversations should begin with appropriate beginning and small talk， 就是所有的对话不能生硬的进行，要开，就是大家要开始一个寒暄嘛，挨一下字，然后有一些 small talk， 让这个对话比较自然的发生。然后第二个是 ，you are free to talk about any topic for this assessment. Below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can get you started， 也就是。你在聊这七八分钟的时候，基本上其实老师要求是6到7分钟。我今天的这个语伴比较害羞的这种，好像基本就是推一推会动一动的这种语伴，所以就是我会问他好多好多的问题，因为互动好像感觉互动没有太互动起来。你看他老师给的这个一些建议的 topic 啊，就比如说有这个 skina mono， 就是聊一聊对方喜欢的东西。它中间有好多的这个建议，比如说你可以聊喜欢的 egg， 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游戏，喜欢的音乐，喜欢的食物，喜欢的餐厅，然后喜欢的地点等等等等。など哦，紹介してください，来介绍这些东西。哎，其实我觉得他要是，我就没想到他会问我喜欢的电影，这怎么回答？电影其实最难回答，电影那么多的类型，恐怖的、政治的、搞笑的，这个很多词儿其实还不太会用，真的。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够问我，哎，你喜欢的什么？你喜欢的，说一下，请介绍一下你喜欢的餐厅，请介绍一下你喜欢的食物，那个我真的都很行，知道吗？因为，吃货无敌，真的是，就是不管你学什么语言。你如果想开始张嘴聊的时候，一定要从你自己最最最最关心、最感兴趣，然后最想表达的那个方面去。我觉得电影就太散太杂了。你说要吃的那日语、英语、中文，我都可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可惜了，没有问我这个。希望，不会影响我的分数吧。
好，你看第二个 topic 是どんな街が生活しやすいと思います？这个我问他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觉得会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会更加轻松一些呀，是吧？嗯，那他刚才也说了，他喜欢生活在就是交通便利的这个城市。那对我来说就是有很多的 7-Eleven， 我很喜欢，就是又很小又很安静，然后有很多的 7-Eleven。嗯，我应该奔去 Kyoto。啊，下看这个。あなたのびっくりストーリーを教えてください。这个是问你，嗯，有没有过一些被惊吓到的经验？这个好像我前几期视频我讲到了，我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坐错公交车，然后迷路。那个是我们的 discussion， 是我们那个有一个论坛，在论坛里面呢，大家会把自己小时候受到过的这种惊吓经历，但是当然肯定是后来是没事儿了哈。是 happy ending 的那种故事啊，要分享出来，然后最后再做一个 podcast， 然后和大家一起去口头上分享。またマギーの日本語ポッドキャストの時間です。皆さんお元気にしていますでしょうか？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这里学语言吧，我觉得可能是不管你是学英语也好，或者是在这里学法语啊、西班牙语啊、日语啊、阿拉伯语啊，他们的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还是还是很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学新学一种语言不会觉得那么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会就比如说老师会给你一个 topic， 然后你把这个 topic，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个人经历还有你自己所已经学会的这种词汇还有语法，然后在这个 discussion 里面，在这个论坛里面敲出来。你看你写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脑子里面过一遍这个故事经历的这个过程，是吧？包括里面那个词卡住了，那你就会去查字典呀，然后你查字典会发现好多词儿啊，然后你再去找例句啊，然后你通过这个例句然后再发现OK 哪个例句是最符合我要表达的这个状态，然后你能找到比较精确的词，然后把它再写在这个论坛里面，然后当故事大家都通篇浏览一遍，对，你看都写了一遍，写了一遍你脑子里都已经清楚了，知道整个这个故事的叙事流程是什么了，然后老师再要求你把你写过的东西用 podcast 的方式，用口说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那么你在表达说的过程中，然后可能又再一次的把你当时写东西的时候卡住的那个词又再一次用了一遍，然后就会加深你的印象，然后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像那个我的那个 podcast， 其实我练了很久。バスに乗る前に友達と素晴らしい話をしたことがあったので，我肯定不会就是一口气就第一次就会说那么好，然后会有很多的生词，我当时不知道，在写作的时候就查到的词，毕竟还是生僻嘛，那我自己在说的过程中还是就会老卡住，就是卡到很多遍了以后，然后自己再不停的去纠正，慢慢就能说的跟正常人一样了。因为你多次重复了，那你在你脑子里的那个词的那个部位就会被就是反复被点击，对，然后点击的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被激活了，然后就可以活用了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英文学习英文也好，还是学习日文也好，还是学习其他的语言也好，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再到今天，你看第一步我们写了是吧，然后第二步我们用 podcast 的方式来广播了，然后又 说出来了，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在生活中给你找一个语伴，然后你俩用聊天的方式，把你那个曾经写过的、播过的，那些内容，就有可能出现嘛，你就可能再说一遍，用聊天的方式，然后互相再说一遍。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老板说过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当时是，要做一个产品的宣传嘛，然后当时就是怎么也宣传不出去了。后来，我们就一大波人开会，最后老板说了一句，我觉得到现在我也很受用的话。他说，如果你要宣传一样东西啊，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然后从不同的维度去说它，让市场来接受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管用，就包括像单词也一样，你可以从这个单词就放在这儿了，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使用它，去运用它，然后慢慢它也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有效的单词。然后再看最后一个他给的这个 question hint， 他给的是日本のどんな文化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就是你对日本的哪些文化感兴趣。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鬼，你看像好きなもの那部分，就是你喜欢的东西那部分，他问我问到了我的
软肋，就我不太会说电影，但是呢，这个问题，日本的文化，各个国家的文化都会从很多很多的角度来剖析，对不对？那吃也是。日本料理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たくさんたくさんあります。然后我就可以介绍我喜欢的那个日本餐厅的那个つけ麺，那个日本蘸面，哦，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他给你一碗那个面，应该是比较干的那种扫把，你可以点凉面，凉扫把也可以点热扫把。然后点完了以后呢，他给你放几块五花肉在上面，然后旁边再给你个小碗，那个小碗里面给你装各种各样，就是调料调成的那种 sauce， 基本上是有酱油和糖，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本式的这种富有乌妈咪味道的这种 seasoning。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就要用你的筷子从这个干面放干面的这个碗里面挑出来那么几根 soba， 然后把它蘸到那个非常好吃的那个 sauce 里面，然后端着那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端着哈，就是从那个蘸好汁儿了以后，然后直接再放到嘴里面那样吃，我就觉得哎，这个叫蘸面，刺开面，真的好好吃。所以呢，他在问我关于日本文化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吃的那部分给找不回来呀，这找不点分儿啊，是吧？因为我比较擅长说吃的东西，我又真的是感兴趣，所以，希望那个地方能够得一些分儿。你看，像刚才所有的东西，所有内容，是你彼此对方可以互相问的这个问题。最后的结尾呢是 All conversations should have a definitive, polite, and appropriate ending。你的结尾都必须要一个有礼貌的这种结束哈，你不能说啊，就聊完就完了。像我刚才就不太礼貌，就直接因为老师的那个。他的 camera 忽然就开了，然后本来就是我俩聊挺好的，忽然他的头像出现了，所以我就紧张了一下，我就会问他这个 sensei 结束了吗？然后他就说那我俩至少见面结束，你要问你的语伴见面结束啊，是吧？所以就是慌，这个还是考试的这个心理素质不行，没有定力。那你看，在这个日语考试里面，这种口说考试里面，除了老师会给你一些 topic 的一些选项。然后下面还有一些要求，你就是不能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哎，你吃了吗？我吃了。你家里有什么呀？我家里有什么？这个就达不到你最近学习复习和效果检验的目的。所以呢，你看它在下面还会有一个叫做grammatical structures， 就是你必须要用到下面的这些语法，use five to meet expectations， 你至少要在下面的九个语法中用到其中的五个，就算是你达标了。你看，比如说它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学了一个 giving respectful advice using all plus verb stem plus kudasai， 也就是要用这个日语的敬语来给对方一些建议，就比如说大家有以前一个看日剧啊，或者是去日本当地旅游过的时候。有的服务生，你比如说你点完餐以后，服务生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少少お待ちください。少少お就是他我们要用的，待ち就是那个词干，ください就是请你稍等一下，哎，这就是敬语的一种。你看第二个还会要这个 talking about being glad that something happened using 何々でよかった，就是讨论你之前做过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哎呀，我做的那个事情可真好呀。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做了什么意大利面，然后那个幸亏做了那个意大利面啊，做了那个意大利面让我真的很开心。对，这种我没有用到这个，第一个我也没有用到，我是不是要挂。下面一个是 expressing something that is or was supposed to be the case using 何々哈兹，我用到这个了吗？我都忘记了，就是相当于英文里面的 you should you are supposed to do something，你必须得做，你应该怎么做？就比如说他约好了两点来，然后他现在应该到了，好像我没有用到哈字，完蛋，九个里面三个没有用到。再往接着往下看 ，talking about things you do without doing other things using 何々哪一day， 就是相当于中文的没怎么着就怎么样了。就比如说这个菜我没放盐就把它炒好了，就端上就盛盘了。我好像也没有用到这个。
还剩四个了，我就好像我真的我好像真的没有用到啊，天哪。でよかった、でよかった好像我用到了。好吧，下面一个是 question within larger sentences。哪里哪里かどうか，就比如说这个我用到了，这个我们两个都用到了，就用到了在什么情况下？说到你未来要干什么呀？未来要那样做还是不那样做？我现在也不知道哎，我拿不准，就是这样一个句型，我好像用到了，我用到了。还有就是 giv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omething using name to you item， 这个我用到了，因为我在介绍那个站面的时候就说到 scamman to you 霓虹料理哇 ，dice it is discussing things that are easy or difficult to do using 哪里哪里 yasi and 哪里哪里 nikui， 就是干什么事很简单，干什么事很困难，这个好像我们也用到了哦，对，用到了，我们俩都用到了，因为他在聊日本文化的时候，他说他最近喜欢看了一个漫画。然后我就问他那个漫画对你来说容易读啊还是不容易读啊，这个就用到了一个読みやすい，这个我俩估计都过了。最后一个 a shifting perspective away from the doer in a sentence using passive sentences， 不是过去式，这个叫被动语态，太难了，我20多年前就没学好，我这个好像是这个礼拜一刚学的，然后没用到，因为不熟练，我还得去练一练，我吃了苹果，苹果被我吃了，你说咱们中文多简单啊，英文也很简单， I eat the apple, the apple was eaten by me， 也不是特别的简单，因为它那个动词要变形，日语里面这个被动语态也要变形，就比如说食べられます，你要变成一个られます，このリンゴ私はこのリンゴに，诶不对，你看像这样说就变成了苹果吃，苹果把我给吃，我被苹果给吃了，烦死了，那个苹果被我吃掉了，そのリンゴは私に食べられました，这样就对了，那个苹果被我吃掉了。唉， anyway 好像不太理想哎，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这个老师一个礼拜以前就给了，但是也不知道对方要问哪些问题，所以我也确实没好好准备，等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的分数，拜拜。